干火力计划对敌四次火力打击。利用火力掩护迅速组织击敌。快速反应，快速机动，快速攻防和融入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，实现全围感知战场，精准全面保障。下步我们将聚焦高原高寒环境特点，全面深化新装备作战运用研究，推动部队转型建设发展。